们是双胞胎，我算你兄弟呀、啊！我们兄弟之间就心里都懂，心里感应啊！有请加油男孩组合。哇，哎呀，哎，刚好是可以住的，住的，哎哎哎，王俊凯。知道吧？跟他们两个商量出去哪玩，就是小草坪公园。当时千玺还没去，我们就一直在 SD 去学的，所有前辈都挺照顾我们的。因为当时有人进来，不知道看到什么，把千玺头给卡掉。那这些年做队长的经历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？最大的帮助啊，我觉得当队长的帮助其实很少，因为他们两个。也很独立，我觉得我照顾不了他们很多。是接待我们那个哥哥，他准备的已经绝版的这个邮票，然后给了我三份，然后我一份，然后他们两个还有一份。我们两个带他来参加，然后就希望他在那边能准备的好，然后考一个好成绩。加油！你真的很不错。就是我觉得三个男生没有那么矫情，心里面是互通的，都是了解彼此的难过或者是不开心，然后我也共同承担，然后这么3年快4年了，也就差不多消化的完了。1、2、3，走你！当时你俩玩的最开心。睡觉的时候，人家芬兰手机拍。你说谁能拍我？我睡觉不睁眼啊，你睁。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肯定。我们坐看王俊凯不知道他怎么睡了。你是更英雄 ，OK？ 我这个当然好疼啊，这个鼻子。你别打我，你别打我。其实就像情谊一样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自己知道就行，对。其实拿出来说也不太好说，你要说，比如说三个人情谊有多好，你拿出来到外面说，可能别人感觉不到，这种东西就自己知道就行。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他们两个一起，然后未来一直天天开心的，有更多好的歌曲和影视作品的合作，然后创造更美好的明天。希望5周年就是大家能够继续陪伴我们下去，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惊喜的。我希望我们三个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一个很厉害的痕迹。嗯，什么猎人啊？我就收下来，先选罗阳了。啊，蓝队千玺被抓了。我们每一次生日会，我们三个都会聚在一起。就是每年周年庆，有没有传授一些经验？讲过，俊凯给我讲过说。We are team。我们兜兜转转，我们平平淡淡，一路心意无关。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，是吧？就我们组合现在就是有10年的那个规划，所以不会很轻松。